本尊不管你有何苦衷，为何会选择堕魔，于公于私，今日我都留不得你了。那些高高在上的话，还是等你赢了本君再说吧。放弃了，免受这些皮肉之苦，你的身体远在本君之下。天地有道，邪不胜正，凭什么你就可以代表苍生道义？凭什么你就能以正义自居？为何低阶凤凰就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？为何本君就做不了这天地之主？本君不服。白绝，你居然还活着？不可能，本君亲手将你斩杀，你绝不可能还活着。本尊不仅酒量好，演技还大有进步。没有赤阳，就凭你们三个，也想拦得住本君？赤阳不在又如何？